迎收看国光帮忙。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我出汗，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这样的，就是人家的婚礼你穿成这样干什么？最近去婚礼啊，看到有些人就是去的时候花枝招展，哇塞，表现的不知道在干什么东西，也许是那种怎么讲，就是招桃花，希望对不对，能认识一些人，对，哦，沾沾喜气。那有一种就是要新娘难看。哦，财产要把新娘比下去，对，有可能是什么新郎的前女友啊，对对对，然后不讲，对，不讲，新郎也不讲，新郎是一直流冷汗，新郎不能讲。那最近这刚当新郎的，新郎那天有流冷汗吗？有，你是会怕来了不该来的人啊？对对对，经常会啊。有吗？有去吗？没有没有。那天上电视讲话好小心，单独开一桌，单独在别的饭店开一桌，太多了。要不然就隔壁厅。是，客官，其实那一天你的婚礼上面啊，是很多女孩子穿的，我的老天爷，女生真的是争奇斗艳，我都不知道我有认识这么多。对，平常出来都乱穿。那婚礼那天拼了，毛起来，毛起来拼，旁边就有好几只苍蝇那边飞来飞去。对嘛，因为你是算晚婚的了，晚婚，所以你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人脉不得了。我还在脸书上，是不是上错单元？我要结婚了，想来了报名，结果一万多个赞。哇塞，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到最后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发帖子给 Tony Chen 了。他也来，那一天他穿的是最争奇斗艳。Tony Chen 这个人无所不在，奇怪哦。他来对不对？他包礼都很大。对对，一万起跳，哦，对，哦，好给力哦。但是他在他要访问，对，因为他可以访问直播吗？对，他觉得值得嘛，值得值得。然后我就遇到他嘛，我一劝我看到，哎，Tony Chen，哎，好久不见，要不唱首歌？胖哥，我只唱给你听。旁边有记者，你知道？你在勾引我干什么？我婚礼三个人喝醉醉，谁啊？就当酒那两个，我们红孩儿马国贤，嗯。王海伦，再就绿茶了。没，你漏了一个更恐怖的。谁喝？山峰，高山峰也不知道在醉什么东西。对，高山峰醉到最后大叫。啊！你还好吗？看到朋友圈没？难怪你那天有醉吗？我一个晚上才喝一杯红酒。哇塞，你老婆开心？也没。喂，我想问大家，你的洞房真的有洞房吗？你没有穿，你没有洞房。因为有人到上面。After party 以后，他们又上喜房。After party 你也没喝，也没喝啊。哇塞，那你在干嘛？你在看书的。我就一直负责跟那些很醉的人聊天啊。所以你那天不是新郎，是总招待喽。还有点醉，没有动过手，没醉，没醉也没听到老婆。哇塞，去代位，谁跑去动了嘞？他现在到今天都还在跟我扁嘴。你这不行，你们都有动的意思就对了。当然啊，我只要没有醉，一定要到。我没动，因为我喝到四点。哇塞，对啊，因为我弄完了花里丢就到我店里，这把人家店包下来的，我喝到四点了我才回去，没得动，没得动，但是我还是没醉的，我是回去就哇塞，太累，回到家就晕倒。我是很清醒的，就是很清醒，可是很累，因为我们是提亲跟订婚弄的同一天，那是我早上五点半，那你整个洞房清洁干净没有外人的时候是几点？只剩你跟你老婆？三点。哎，那还好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等他先洗个澡，我不要洗澡。那时候你就说，哎，你那个婚纱不要脱。哦，对呀，来了，我已经喝死了。婚纱是主持人，我也曾经脑海里面有这个画面过，但是我就直接，他说我直接打呼。哦，太累，我一醒就已经是早上。你应该婚纱把它撕得烂烂的，然后让他感觉被弄了一夜这样。那你说你以前去高山，喂，你以前去高山峰的婚礼，你分到的是人妻桌。我们先听一下人妻有哪几位。啊，一定有 Vicky 吧？有啦有啦，他就坐我旁边，然后再就以他从往那边数过去，就是胡盈珍、小珍、小珍、李佩珍、双珍、林秀琴。哇，是一定的，这是一定的组合，行了，不是说女生也期待婚礼，我们男生也期待婚礼，打扮 OK， 对，然后一坐在人妻桌，
一碗就毁了。Vicky 还一直嫌他妈怎么不安排个小鲜肉过来，我也不想跟你做。Vicky 现在多久需要小鲜肉品？对不起。干嘛道歉？大家都会经过这一段，好男人，好男人。可是自己结婚真的会想喝一杯，对不对？很开心嘛，好好喝一杯。很想。我那天是喝很多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没醉，盯着，累过头了，精神上盯着。也没有，就是一直很忙嘛，这个要跟你讲话，那个要跟你讲话嘛，然后啊没时间喝。什么什么什么没有？哎，什么什么先喝吧啊？哎，什么什么啊？不聊了啊，这边哎，一直这样不聊了，卤死了。以康哥为中心点的那旁边那几桌是婚礼最热闹的。球友嘞，我们的球友，球友在也在附近，在附近，就歪哥带领啊，他就带队，所以我其实入场的时候就已经被他，我就唯一喝就是他敬我那歪哥啊，对啊，就到正式敬酒，我想我会很惨，没有，没有没有，因为你找挡酒部队太好。太讨厌的那两个，对对对对，大家是针对他嘛。王国贤，王国贤一出现，大家就看不见他。新娘，你太累了，他不你过来。那个马国贤到最后已经，不要，你干什么？然后最怪就是高山峰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就已经大吼啦，炸！那我就站起来。哦，对不起啊，这个艺人的经纪公司有没有人来？然后他们公司就两个站起来，我在带走。然后后来我不知道在跟谁聊天，他跑过来，炸！哎，带走，带走，带走，他就一直被带走，一直带走，乱怪异的那天。那你婚礼有没有赔钱？好赚钱哎，真的，真是太不错，就讲该讲。他纳豆没来，他包超大包，真的，他包多少？两万。没来啊，没来，没来，人家先电影明星，这个你要笑，这个一定不能错过的交纳豆哥这个朋友，对，毛线包两千新台币，我认识这个人26年，从来没有看到他的钱包，26年好歹也包2600，酒店少爷，我给你，等一下，那个拿一个机器给我，各位观众，马国贤包2000，而且他7:50到。很晚很晚很晚，他来着，哇塞，巨星一样。谁？哎，我刚刚录完影，我刚刚录完影。马国贤啊？对啊。然后我说，好好，录完影谁？哎，你先过来干嘛？哥哥，我等下还要挡酒，不行，伸暖身。所以2000应该啦，上下都要被灌。那我其实也没有很期待。对，没有，他用肝脏。但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个数字出现。他当天把肝捐出去了，你知道？有有有有有。他搞不好想包1600，没零钱呢。真的，好了，那张立董，你看过人家去参加婚礼穿过什么最夸张？我自己参加的就是朋友的婚礼，然后那个朋友也是相当够意思，因为他是我好朋友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欸，立董，我这个婚礼我帮你安排，坐你旁边那个是一个很漂亮的正妹。”是，然后我就很兴奋，然后真的从门口就进来，就是看到他接待了嘛，他就指我这个方向，我就说：“太好了，因为他穿的一身。”长礼服，哎呦，然后高跟鞋至少10几公分那么高。今天晚上不用去，然后就很像巨星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去便服店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准备。对啊，对啊，然后我就很期待他要过来，然后他就这样真的就这样悠悠的过来，但是殊不知他踩到那个他的那个礼服的那个裙子，然后就啊，然后就啪。倒在地上了，瞬间好像脚就去扭到了，然后就开始崩溃大哭，然后哭了之后，重点是他那个踩到，对不对？他这边半边 new bra 跑出来，好惨哟！因为好像就真的是骨有点骨折，还是然后现场就叫救护车就走了，哎呦！然后我旁边就哭走了，不是啊，就去医院了，严重了，走了，就去弄礼服，一定是对女生一定要。勾的男生，对他就是要拉前头，但没他才走得动。那我整晚就是失落。你旁边就是做了一个幽魂，空一个幽魂娜娜，地补一个。但是你帮他准备一副碗筷，没有受伤了，只有莲香了。哎，不然我旁边就吃香。大凯不得了，大凯是 model 界的。对了，那大哥哇，那也是哇塞，大哥是看的。我现在都要自己承认，对我是 model 界的。但是你看的那个就不得了。没有，因为模特他们去参加婚礼，他们都会穿得很时尚。哎，是。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些模特心机特别重。我有去参加过一次婚礼，就有两个字的女艺人，是哇不得了，她就是穿像孟安那样子。可是她的那个线哦，大概只有孟安的1/3。哇，哇
直线，那不是到肚脐那边？不是，它两条宽度。哇塞！然后它里面什么都没有穿，它是女子格斗选手，疯狂假面是疯狂假面，三角的。他是单身吗？他单身，他单身。这种事情可不可以通知我们到门口去看？不是，因为他我们都会先进去，会有一个 dress code， 他们都要先拍照。对对对。然后他就会特别希望可以博取版面。嗯。可是婚礼人家重点是新娘新娘嘛，就抢什么？然后他的那个真的那个形状实在太明显了。是。然后就是他一进去之后，你就会忍不住把他带领上主桌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新娘。哇，太嗨了，对啊。接下来这位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哎，那个，有真的有，你参加婚礼怎么会穿那么丑？不是啊，我想说不要抢他们光彩啊。但你太丑，他怎样？不会啦，很朴实。他那天穿那个，你是要去登山还是要去钓鱼？他这一套都比那个那天穿的正。对。我那天是穿一个有点花点点的衬衫，然后美式的那种牛仔裤嘛，美式的牛仔裤，然后加一个那个靴子，然后再加一个那种有点漆皮的那种像皮衣的那种感觉，皮衣，嗯，而且他那个头那个时候还没剪，嗯，然后整个就是出现就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丑手机，没有拼凑的丑，没有啦，可是你还特意打扮成那样，不是，就是穿休闲，没有，你那个是经过打扮，对。设计的，他想耍一个，有吗？对，就失败，就 casual 啊，耍一个失败，没有，当然很失败啦。就改天给你们看照片，真的可以，非常恶的 case， 不会啦，撑得住啦。对啊，我还没说屈哥的裤子嘞，对，屈哥的短裤，你穿短裤去吃喜酒，因为那天有事，所以说没有办法参加他们的婚宴，但是我人到场，送礼，就散了，对，而且他一直不，哎，走了吗？我干嘛？记者这样被拍难看，走了嘛，走吧。对啊，就到那边以后才知道啊，还是有那个媒体啊，对媒体团嘛，对对。那我们就偷偷摸摸的上你，穿短裤是什么？是露膝盖的宽管的裤子。最近的影集嘛，希望通风一点。他又不方便的，我跟他走，你要走很慢，他就。然后嘴巴还讲，想你，快走，我们赶快走，快走嘛，快点嘛。那你走这么慢，我怎么快呢？哇塞，没办法。可是算这个够意思，亲自包礼，对吧？这个够意思，对不对？肛门炸裂的情况下还亲自包礼，不好意思，肛门怎么了？炸裂啊！你已经，先不要讨论肛门。你结婚的时候也在中国演出开始干什么？是 Vicky 去的，对 ，Vicky。接下来要讨论这些女生，这些女生说她们去参加婚礼都会穿这样，请你站起来跟我们。穿哪一套去？没有，这个是这是什么？一个整体的造型。不是你，这整体。哇塞，你这个造型，然后嘞，就是我觉得说，如果参加婚礼，参加婚礼穿这样，对。你是要直接泡汤的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女孩子要凸显。你是参加婚礼还是破坏婚礼？没有，就是我们希望自己也可以有一个好遇到好对象，特色对，然后会希望哎今天搞不好可以找个男朋友，吸引一下一些好男人就对了。好，请坐。哇，这跟你坐同桌的男生开心了。对，哎，有没有冰水？我现在需要冰水。哇塞，这个厉害！雨轩，啊，哎呦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蛮得体的啦，对，文雅的。对，你转一圈给大家看。这个去的话，很可爱，然后呢也不失那个场面，对。但是呢，新娘看的是绝对不会生气，对对对。但新娘看到他，哦，哇，就马上离婚了。冰的，雨轩穿这样出现的话，绿茶那种就兴奋。哦，觉得可以骗，好骗，好骗，涉世未深，对不对？那绿茶看到这种的时候就开始订，哎，饭店一样，对，进阶，可以帮我加一坨，帮我准备油，为什么要油？油，怕干衣服，请坐，请来，接下来，哎呀，艾雨莎，请坐，艾雨莎，哇塞，哎，这个也得体耶，艾雨莎，哇，这个很有设计感，艾雨莎，这一套很特别，哎，这个新娘其实也会吃醋。会有一些，其实我最喜欢那你要鞋子，鞋子好看，不只是衣服哦，你看他整个人的那个质感，哎，你可以转过来一点吗？我们好好看那一块桌布，喂，哎，好看，真的很无痕哎，后面完全没有痕迹，好，谢谢，请坐，完美，非常棒，哦，这个不同看不懂哦，这个站起来，跨膜。
来，那个是什么动物？菊哥花吗？讲一下，他这个就是去吃那个佛，你知道吗？佛，越南越南情越南情缘，对越南情缘的这种。他是中东的，可是他有气质的感觉，而且雨山若隐若现跟我买这一套，对我跟他买，对啊，这女生看了都发疯哎，真的。所以你刚刚买的原因是你要演那个越南新娘的。我真的是这件很漂亮啊！我真的穿这件去参加那个我朋友的杜拜婚礼。好，我保护完了。来，我认真，我没有开玩笑。你参加杜拜婚礼，你头上的那两个应该是杜拜婚礼还是杜兰婚礼？没有，因为新娘规定大家的 dress code 要长礼服，因为他们中东有个习俗是女生如果露太多的话会被进猪笼，所以我才故意就是穿这么长，然后又若隐若现。那为什么去猪笼做做呢？你穿这样很有猪笼吗？他穿这样好像很夸张啊！他穿这样去哦，新娘开心。你们随便穿，爱怎么穿怎么穿，新娘最开心。站得很贱。我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去猪笼做？他说，对啊，穿这样不怕脏。你是要在哪里买？网络上啊。哦，大概多少钱？大概600吧。这到600，这个很厉害，很厉害吧？很贵，买贵了。这种纱窗可以弄好几捆，而且这是欧美款的，是欧美款，超熟悉。你们有看过吗？淘宝买的吧？我上次看到这个服装是什么？我几个球友去越南打球，嗯，然后晚上去吃那个什么。山珍海味，旁边就坐四五个怪咖穿这种衣服，真的，有，而且他们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，这种桃的颜色，还有那种什么荧光绿啦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他那天也在，你没发现？有在对不对？然后什么紫色的啦，荧光绿啦，都亮的。对，然后什么深海蓝啊，真的不好看。然后都是这种纱的，不好看。很正，我觉得好看。正啊，你可以当越南大使。可是那天有人这样打赏我，哎，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想要讲 FB 啊，跟你讲越南话对不对？给他吃。没有讲英文哦。讲英文。你真的会穿这样？不是你讲英文 ？VC 越共了吗？你真的敢穿这样去参加人家婚礼？我真的穿这样参加婚礼，而且还拍照啊！重点是那天当天晚上他还穿，我还穿这个直播哎。啊？我还穿这个直播。难怪你会收到黑榜。他那天真的有一个中东王子哎，真的，我有一个照片给他们看，就是中东王子传黑棒给你、啊。不是，那个中东王子应该比较厉害一点，是对，他有跟你追求吗之类的？他有教我摆一个中东的 pose， 中东预备器。他们拍你摆完嘛，预备器。徐哥录影从头到尾就这个 pose 哎。所以讲十年嘞，这怎么都是中东？徐哥是中东来的，哎，没中东来的，但是他是有个黑棒子，没错。好，请坐，这个非常厉害，真的。你有没有给他取一个名字？就叫做迷惑的玫瑰，随便厉害吧？外加我的火龙果，火龙果厉害，火龙果厉害。梦安，站起来我们看一下。哇，梦安，哎，这个，哎呦，这新娘子不翻脸了。梦安转一圈，真的不行，太犯规了，真的。这个就是来踩场的。对，哇塞，梦安，你是要去报仇的人。红衣小女孩，你穿这样去参加婚礼，我腿超长的，就想要抢焦点啊！太真的抢进焦点，穿这一套生前或死后都是焦点。但是因为她腿长，哎，对，她的重点其实在于她的腿，腿就无敌腿哦。这个但是真的说实话太露了，太露了，太露了，太露。接下来这一套更恐怖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正。由于这个，哇塞，这套漂亮，人模人样，由于这个雍容华贵，维纳斯的感觉，走气质路线，当然，对，当然的，你可以照镜子看一下，哇塞，看他的，哇，他曲线很好哎，下来看清楚，肌力很强，很想跳舞，下来让我们看清楚，哇塞，小心，哇塞，看到没有，哇塞，来新郎官，是走一下嘛，虽然结婚了，还是要有点傻逼数，对，哎，预备 music。哇塞，这个警察还得了？哎呦，哇塞，百年好合啊！哇塞，掌声欢迎！恭喜柯凡哥！哇塞，这一顿不播，我一定死定了。可是其实柯凡哥，那天如果有一个女孩子穿这样去参加你的婚礼，你老婆一定会问她谁？女方亲友，对不对？你不能。就不能承认他是男女方亲友，他会说我他怎么不认识啊？哦，你哥的朋友，
绝对不能说。乱回答哎，这个太出事了。或者这样，没有啊，你舅舅他朋友，你小舅他朋友，而且媒体记者一堆，你那视线只要对低于那个45度就完了，他就写就有文章，中了就中了。嗯，对，你看你来，来真的吗？你来看一下，排队排好久。他这一被拍到射飞，一定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欣赏一下美女嘛，就看她的眼睛嘛，觉得怎么样？她漂亮啊，漂亮。她眼神在飘啊，有吗？你怎么看到我眼神在飘？你这边怎么撞到？没有啦，可是你这样穿其实就不配她了，你像小朋友。对，我一定会穿那个比较小鼻昂。对啊，小鼻昂回去。这帽子怎么会有个立冬？就是站场上站住。哎，我不能讲。为什么？我们看一下不行？没有整理啦。讲什么？不凶。我不能凶啊。不要。你看我会发火。对，走开，走开。为什么？走开。这什么？哎，走开啊！这什么？你这样会发火。真的发火了。这个厉害，这个太强了。他这个哦，他这个厉害在哪里？他表现他的性感，但是他又不会像这样，没错，这个太狠。他这个最少十几个人来把他，对，就是就如果我们单身的话，我们去参加会，就不管哎，旁边有座哎，起来，对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参加会就是个战争。我要把它当星光大道在走，你是这样认为？对，而且是一个大型的联谊场合，所以你们女生都这样认为的？对，认为那一天非常需要全力的初级的请举手。李彦琪，你有觉得吗？真的耶？有哎，你那叫全力啊？他要去打架？没有吗？我真的是，如果出席婚礼，我真的会特地去洗头发，然后一定要做造型哎，因为搞不好你在婚礼现场会遇到一些 Mr. Right 啊，对不对？搞不好。怎么枪啊？你是在黑帮？哎，是讲英文吗 ？Ada， 你穿这样去。推广越南的观光。你可以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。哇塞，你这个是制服店吗？对。没有人去婚礼会穿这个。什么乐器队嘛？没有，他这很危险，你知道？那我们喝那边敬酒，喝回头，哎，秀舞啊！不是，你现在连无双乐团都不这样穿了嘞？那是因为我们那一天就是中国风，然后男生也会穿那种长袍马褂、唐装之类的。对，就是那一种，我们这样才符合那个气氛。可能你身材太好了。所以看起来我们不会想到中国风去，各位各有特色。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说，你们一般女孩子，比如说在，接下来比如要拍照啊，或者是有些工作的时候，可能会做一些准备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去婚礼之前的前一天会不会做什么准备？我会两天不吃。两天不吃啊？因为像我每次录影前跟参加那种重要的婚礼活动，我都两天不吃饭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不会头晕吗？我要减肥，不会。所以你要减肥就没吃了。我会吃青菜，一天一餐，少吃一点点。可是你这样婚礼的时候不会吃很多吗？会昏倒。不过婚礼我也不太吃，就是都是吃青菜。人家是去招商的，对，从头到尾就一直坐在那边。对啊，然后一直站起来这样。我去上厕所了，一直这样，遭到伤，山珍海味的，他要盯那两天，对不对？对。宇轩，你会做准备吗？会，我们就会跟新娘，就前一个月就开始整套的。那你觉得参加婚礼是一个战场？我觉得是哎，就像选美一样。哇，选美。那你去参加婚礼，看到人家穿这样，你会？我会觉得有点夸张。是不是？傲波。这样子，傲博，挺傲博。那我不要了。那这样，我再问一个，就是说，你看到他，你觉得哇，这个夸张，比不掉。你看到这个，可是我觉得赢。看到他就今天赢了，定他一个就好。以女生去立场来说，会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一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也会那一套没有威胁性，他会喜欢就是表示对你没有敌意啊，表示同情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上下卖价。那你看到你隔壁这边，哇塞，你应该气死。这个就是有一种好像在 T 台的感觉，对，在走秀。对啊，是。坐得离他远一点，这样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就不能跟他一起走进去，对，跟他一起走进去就玩了，对啊，就马上被比下去。那艾雨莎，你会做什么准备吗？要看场合哎，就是如果今天是亲戚家的，那我就是会走比较气质。亲戚家你穿这样，没有，就是会走比较气质典雅一点。可是就是前几天
我朋友，就是我们 model 圈的朋友，然后有人结婚，然后就大家都在那个群组里面讲说，哎，明天要来名模生死斗了这样。哇塞！哎呦，哇，会。所以你如果穿这一套是会参加什么样的婚礼？就是 model 圈啊，就是名模生死斗。对 ，OK。这个有。可是我算客气了，有人是大露背跟。也是了解了解，你后面那位深 V 深 V， 比那个夸张，比那个夸张。有人直接去就是比基尼小线。对，你会准备吗？我其实不太会，但我一定要把手机跟相机充饱电。干嘛？因为我们会一直拍照啊，然后加上婚礼现场很漂亮，你每个东西都拍。对对对，你在准备两盒槟榔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是直播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准备两盒，他是带一盘去，然后现切。哎，很棒哦。对对对。槟榔西施，妹妹妹，你是槟榔西施之后，对不对？莫安，你会做什么准备？一个礼拜不吃晚餐，这个两天你一个礼拜？不是，他是晚餐，因为其实晚餐比较易胖。是，因为莫安食量比较大，他要一个礼拜，要不然瘦不下来。因为早上已经三碗了，起床就三碗饭了，所以你会这么早就准备？那一个礼拜不吃晚餐，然后就是当天一定会去给人家做造型。讲到要准备多久？那讲回来，你要准备多久？六年？不用那么久，去整形，然后去，差不多三天前吧。可是我会看新娘是怎么样的角色，因为如果是亲戚婚礼，当然不用太隆重啊。可是像我上礼拜参加，她是一个女艺人，她就超正的。然后谁啊？吴思妍。哦 ，Anne 啊 ，Anne， 对不对 ？Anne 哦，那他那个。艾莎，你也是去那套的？现场都是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不一样。那你那套没有追？现场都是，就是那一桌会特别完美，对，超美。所以新娘如果是吴思妍，你就不用整理了、啊，就直接被打败，是不是？你的牛仔裤、T 恤就去吃，好好吃一顿就好。没有，他有规定大家那个 dress code， 而且新娘的朋友漂亮，她那个新娘自己很开心，她会觉得超有面子。是是是。就跟男方说，你看我的姐妹都这么正，对不对？嗯 ，OK， 好了好了。所以讲完了，刚刚讲完硬的转折。你看那个我们照片的每个女生都超美的，她的伴娘更美。是真的，我一定要给你看。好好，我一定会看。森达斯有看过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说你讲完了，讲完了换人了。喂，那你会做什么准备？我会做 SPA， 全身去角质，然后按摩。那会不吃饭吗？不太会，我太爱吃了，我两个小时就要吃一次饭。反正你也不胖，对不对？谢谢康哥。那你就是去做 SPA， 对，做 SPA 去角质，然后皮肤要好。会去洗头？洗头护发，还要敷脸。哇！要发亮。会带灯泡吗？下次可以试一下。那你呢？你会做什么？一样就是减肥。也要减肥？你也很瘦嘞。没有，因为那天一定大家都穿的就是你知道很合身，或者是那种。所以你们减肥意思是不是另外一种意思，就是要消肿就对了？是消肿，然后喝黑咖啡，全身消肿。嗯，那你会不吃饭吗？不会，我一定会吃。而且我觉得我在那你在婚礼上吃不吃？不吃，因为太忙了。对，忙什么？忙什么？什么？一直讲话，一直拍照，一直被呼来唤去的。因为我很会帮人家拍穿搭，所以穿搭，穿搭，穿搭搭配，对，穿搭穿搭，窗帘搭配。你可以用你的母语讲，你可以讲越南话，我们听得懂。母语会很轻松之类的吗？好了，那 OK， 你们参加过这么多婚礼，请问真的就是穿得很漂亮，在婚礼上真的有遇到哇心动或者是不错的对象过？我有。你有？就是长得帅又高又帅，条件也挺好的。是，然后呢？你们后来去哪一家模特？没有到那种，没有到那种。随便，有约出来。有一起吃过饭，但是后面发现他是玩咖，他就有点类似像康哥那样讲了，就是认识没有几次，他就想要约，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是大玩咖。OK， 那比如说吃完婚礼完了之后要有一起出去吗？没有，但是就是有留赖，那之后再隔几天再约吃饭这样。哦，艾雨山，你有遇过吗？是没有哎，可是就是我们那个新娘还蛮有心的，就是一直想要把伴郎跟伴娘凑在一起。撮合哦。对，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小礼物，你知道小礼物是什么？什么？姻缘线。哦。听音乐的那个是。那个音乐的那个姻缘线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。是，那你有约过吗？
我也是遇到，就是可能在婚礼的时候都很正常，可是一到 after party， 整个人就是 after， 男生真的是喝酒，整个是丑态百出，而且每个妹都拔。哦，对，那有没有拔你呢？就是他在白天的时候拔我，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了他就去拔别人，网上就上网去拔。对对对，就是。是，那你很生气。就也觉得啊，如果他从头把你打到尾，就可能有机会，就可能可以加个好友这样。是是，对啊。那梦安有遇过吗？有啊，他就刚好跟我坐同一桌，然后就是他的打扮就很绅士，就西装，然后他就是在上面就是讲话也都很彬彬有礼，最重要的是他还说他把我当酒。哎呦，我一开始就体贴嘞，很亲切，一开始就。不是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他帮你挡酒，结果他喝醉了吗？你为什么要？人家挡酒是不需要，可是他就是觉得这样很体贴。大家都走过，哎、欸，莫安姐，我请你这样。对，那他会挡酒，对不对？那天是他。结果你知道那个男的当天只包2000，你会怎么样？对对对对，一看马国贤，他如果包2000，你对这男的观念跟怎么样？感觉会怎么样？可能再联络吧。我们这样问哈，觉得马国贤那天包2000，觉得过分的请举手。太过分了，我没有问题了。你有遇过？有，我那个新娘的老公是律师，所以我那一天真的是非常的认真，因为很少机会会遇到律师。这种机会，结果呢？就我真的遇到一个还不错的，长相不错，身材也不错，是，他的西装快爆开了。啊？抓太多了，我就很开心，然后他就刚好就搭上我，是，所以我们之后有出去吃饭。不止吧，没有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真的是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耶。他都跟你聊肌肉的。最近都在做什么事情？那你对你未来有什么发展？对，希望。律师讲话都太认真。那你那个合约有什么问题？我可以帮你看。对，然后讲，我觉得你有罪。你都乱讲哟。你有遇过吗？对的。我有遇过很久没联络的初恋男友。因为那时候是那个同学结婚嘛，那你是穿这样吗？伤心。不是，那天我穿的这么漂亮。哇塞！对，那他不疯掉了？没有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很久没联络了，就是有那种小小的激动，情愫又产生了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后来又有的感觉，再联络一下。大概应该有看过，就是说，就对比很大，就平常看到很穿的很 gay。没有，我是觉得，像我有看过一个，他。平常觉得好像很痒，那天一看到他，哇塞，真的是好难过，笑一顿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正常人平常不会这样穿，可是因为模特圈，我常常会看到他们已经是类似的样貌了。对。可是他们去婚礼，对，反差不够大。嗯。可是我是觉得婚礼的这个场合蛮特别，就是它很像是一个催情的场合啊，那是。对对，因为又有酒精嘛，然后大家又有期待那种幸福的感觉，所以的确是。就是会跟模特更容易拉近关系。我以前常常当伴郎，当伴郎你的反应是两种，因为我们都要穿着西装去，一去的时候人一定是要这个样子嘛，一去开门，哎，好，伴娘，请问我今天跟谁走？哦，有两种反应，一个是 OK 好的，另外一种是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整个晚上就这样。要走的啊，失望，绝望啊，不是失望。因为伴娘好像都是女生的朋友比较多，那他帮你安排，因为他的朋友他当然觉得很正，对。但我们就是说，就是不同型，审美眼光不一样，不一样哦。当年都当过伴郎没有？我当过两次，都离了哈。没有啦，不要这样啦，都我自己决定。你知道当伴郎不能当3次以上吗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要留最后一次。你不是当6次？为什么？我当了7、8次。啊，人家说当了伴郎3次以上，就很难结婚了。哦，对，比较很难结。有这个说法？对不对？客房跟我两个，我们两个都算当很多次。我都超过6、7次了。所以我们都很晚婚了。很晚婚。真的会哦。女生更是禁忌啊。客房，你今年是44啊？44。你跟我同一年结婚？同一年。我知道没有，所以不要当太多太答应的。好，那张总你没关系，这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我帮你接，对吗？帮我接什么？职业伴郎。都6%，6%。没有8%。
那 OK， 我们这个婚礼完了，大家都穿那么漂亮，可是你穿这样去 after party 适合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是而且会有很多人来搭讪，会摸你。谁呀？谁呀？喝醉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摸？你的状态很像 after party 的状态，就是会一直缠着你，一直撸你，问你。你说我好饿，我好饿。因为太醉啊，拿咖啡来了。哎，奶精，奶精。开玩笑。对，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个 after party。你有看过最丑陋的行为是什么？遇过很烦一直缠着我的人而已。你穿这样人家不缠你，然后一直黏着我，然后又说要送我回家，又一直。但是对方是真的醉了，应该有吧？不确定，不确定。对，就是那可能就是借酒，对不对？壮胆。嗯，是哦。可是你穿这样，人家不缠你很难，要缠谁啊？对啊，你不是就是要人家缠你？对啊，穿这样的衣服。可是想要人家缠，也要选一个。不，人家缠你是表示那个人那个是这样。哎，不，大家喝很醉，而且，哎呀。天色晚了，赶快回家危险。那你有遇过 after party 疯狂？有，还没到 after party， 他就直接在那个饭店 lobby 那个柱子就直接尿了。啊，男生太醉了。失忆人吗？不是，就是一个你结婚啊？不，以前别人的婚礼，直接尿在那里，然后那个 doorman 还已经来不及，他已经尿在尿，然后 doorman 让他尿完哦。嗯。因为那个时候去阻止他，一转过来就是。对啊。先生，你不要什么东西。我觉得那多妹太厉害了，就是等他尿完的，哎，先生，哎，请往门口。好，然后他就有人在清理。对，那个你去撸他，他就现场开始就翻脸了，就有那个。可是那个，如果你在 Vegas， 你就是被扑倒。哇塞。哦，会哦。那石头你噼里啪啦就把尿就这样上。会这样。你去过 F 趴的？有。你这么清新，你们是去喝茶的？我们没有啊，就是其实当天最失态的就是我本人。你？对，因为就喝醉，然后因为新娘她当时已经怀孕了，所以她不能喝。然后就我们其他人喝。然后那天可能是受她那个结婚那种感觉，对，被感动。然后当时因为我跟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状况不太好。所以就有点触景伤情，就一直喝闷酒，借酒消愁，对，然后就最后就搞得大家都来照顾，哇塞，所以就有点不好意思，老鼠屎之类的，因为平常就太紧了。哎，真的，结婚的时候会有遇到这种女孩子，哭伤心哭的，哦，就会想保护她那一种，嗯，就是这个你保护她，她也不理你，她一直闹一直闹，看人看人，有些是看到你哭什么东西，滚回家。有一种他滚回家，他不滚，继续闹，你在抓你在这样。对，哎呦，你有看过人家很失控的行为吗？有。什么行为？我们是 after party。after 对，就是大后天第三拖了，然后他整个是醉，而且他是穿那个袜。哎呦。然后他就直接把他脱下来。之后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套在头上，套头，no， 这个一定是你们意想不到的。募款，脱下来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，不是，外面有那个水池吗？然后他直接去说我要去捕鱼了，然后就拿他的网袜在那边捞，哎，他是卡到硬了吗？脱太重，直接脱下来就直接在那边捞，哎，然后就是，哇，那有捞到吗？非常难看，有捞到吗？没有啊，没有鱼啊。哦，他只是个池塘，对对对，景观池而已，对。张一东，你看过什么行为？我看过是办在那种，因为大部分 after party 大部分都是已经喝的至少七八成以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办在一个那个旁边是有游泳池的，然后新郎就玩得很嗨，玩得很嗨，他就开始推他的朋友下去，推他下去泳池，然后砰，然后大家就笑哈哈哈哈，然后接着他就开始一直推，一直推，就他就推到他旁边那个，就把他推下去，一推下去，然后他旁边那个女方就跟他说：“那是我爸。”一气死说：“爸！”然后大家吓傻，然后全部人都推下去救他爸爸。岳父有没有事，就把他捞起来，然后大家就捞起来，就把他拿起来，捞起来，捞起来，红卫兵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到他爸爸还是很惊吓，才70岁，然后重点是他爸爸长得有点不像他原本的样子，因为他的假发在泳池的另一边，在漂浮在水面上，超尴尬，现场很尴尬。
女方脸臭的，就本来很醉，那女方也很嗨，然后现在立刻酒醒，当然的，然后立刻我干掉那个新郎，干掉半个小时。太有笑了，我爸爸太惨了，把老丈人给推下去。大概你有看过《疯狂》吗？我们是要结束要去 after party 的路上，然后就是艺人他会戴口罩，嗯，啊，就是怕被人家认出来，你知道，然后就走，他是想吐，然后他就哇，然后开始全部接在那个口罩里面，吓我了，然后。就是他那个口罩，因为他包得蛮紧的，然后他就一边流，然后流在身上，一边走。然后我跟你讲，糗的是他吐完之后，他就真的开始帮了，没有人敢去扶他，你知道吗？太脏了，好恐怖哦，好回流。好的，今天晚上最后一次机会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最后一次机会？有啦，要好笑。我朋友去参加俄罗斯的婚礼。告诉你，你们是 after party 才嗨，他们那边是开场，大家是还没喝酒的状态哦。所有现场女来宾就是这样子，所有人站一整排，男的转过去，男生就是有一个那滑轮，他就躺在上面，然后大家所有女生拉，就从所有女生的裙底这样子，这样一路躺着看，哇，天堂路，天堂路，躺着，而且很多没穿的。因为是俄罗斯，他们那个有一些哦，塞，有这种 idea， 嗯，就是节目一开始要讲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玩来吧，大牌一牌，做 ending， 超嗨。人家的婚礼啊，说真的，就是人家婚礼，而且婚礼对女孩子来讲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她一辈子可能就穿这一次婚纱，所以男生啊，在这个办婚礼的时候退一步，让女孩子决定，嗯，因为她比较爽，我们也不过就是。在旁边陪衬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，最好是就帮他办一个。如果不办的话，也想办法补偿他一下。徐哥，哎，办不办？啊？对啊。哎，你还没办没吗？哇！哎，我没有讲你。先把身体养好再说了。对啊，还是你出钱请我们去国外玩就好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最后还是要祝客凡啊，永远幸福美满啊，新婚快乐，不会只是好，谢谢收看《国光之恋》。